生意好不好喝？讲话。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爱不爱妈妈？妈妈，我爱你，这样。我爱你。喝水好不好？还是你要奶奶？你要喝水吗？好，擦擦擦擦。你要喝水吗？喝奶奶啊、哦？好，妈妈去泡奶奶哈、哦。好。饼干好吃吗？你有没有吃饼干？好不好吃？有点害羞、哦。他手都不愿意放开。妈妈来，再一次，轻轻放，你这手先放松，放松手放，手放松，来，轻轻放妈妈，轻轻放妈妈，你这只手，好棒啊、哦，棒来，亲亲妈妈，来亲亲妈妈，哥哥，亲亲妈妈的脸，妈妈的脸在哪里？看妈妈，来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快点，你不要。来，亲妈妈来，胖哥哥来，哥哥来亲妈妈。要不要回去把高中念完？要。你想不想你同学？真的。你有没有同学来看你啊？有，什么时候？上个月，上个月啊、对对对，他同学上个月有来看，哦，大概都知道谁是谁啦，啊，只是说他没有办法跟同学回答这样子，啊，但是他看到同学，他的眼睛是属于惊艳型的这样子，噔，噔这样子吓起来的，对，那同学看到他这种状况，也真的为他很高兴。来的话，一定都会很心酸呐，啊，你想说，平平都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小孩子，突然发生这种意外，也是都是。家人都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但是恩义他这个一路走来啦，说实在的，我们也是走得很辛苦。那当初的当初所看到的恩义的状况不是说很好，对啊，渐渐的这样子，恩义慢慢的透过医院的疗程哦，渐渐的他现在意识上就比较清晰的时候，我们两夫妻就觉得说啊。再怎么辛苦是值得的，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加油呢！我不用帮人家拿。哦，妈妈、爸爸妈妈都非常关心，还有我们的社会大众都非常关心。你要加油！哦，叔叔，没问题的，叔叔加，跟你加油，好不好？哦，你以前是个体育健将，哦，要有那个运动的精神，叔叔相信你绝对没问题，好不好？哦，那我们会持续再给你努力、加油、打气，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那也，你妈妈也是真的是辛苦了，真的是。在辖区里面，只要发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会极力的去做这一些事情，然后去帮助这一些弱势的家庭。那么这个个案。是因为在我们凤林分局的巡佐柯小姐发现以后，需要这样的一个协助，然后报告了我们杨振宇分局长。所以，除了我们分局长亲自到家庭访视以外，然后不仅而且发动了其他的这个社会团体，哦，来大量的一个。希望在一个募捐之下，然后帮助。当然这一个个案就是因为有了社会大众的一个帮忙，他出钱出力，没想到出现了奇迹，让这个母亲能够安心的去细心的去照顾这个孩子，然后才让这个孩子奇迹的从植物人能够到目前的一个稍微能够言语的一个状况。